红香蕉代理由韩国 KTH 公司所开发的最新 MMORPG Chorus Online， 在韩国第二波封测吸引了180,000人申请参加，玩家平均上线时数超过4小时以上，创造了韩国封测游戏中最高纪录。红香蕉也取得这款在韩国大受注目的最新作品，将尽快引进台湾。Chorus Online 融合了传统 MMORPG 精髓，具有进行大规模攻城战与战斗系统、即时变化地形的迷宫副本以及活动副本等，提供玩家丰富刺激的游戏乐趣。游戏中独创的集气系统，玩家在线上达一定的时间完成集气后，会自动产出特殊合成道具，可轻松合成游戏内的装备与武器哦。这年头，只要跟高画质 HD 有关系的，都身价不菲。当然，连电脑周边产品也不例外。微软也举办最新电脑周边产品发表会，包含键盘、滑鼠以及可拍摄 1080p 高画质的网路摄影机等等。为了凸显网路视讯高画质的优势，还特地在华纳微秀电影院举办说明会，透过大荧幕与在数百公尺外的总公司即时网路视讯。而 1080p 高画质影像用电影荧幕来看，可是蛮酷的哦。微软也表示，新一代 Windows 7作业系统将在10月23号推出。微软电脑周边将秉持三大创新、四大精神的理念，继续研发最新产品。不管是可折叠的滑鼠，或可拆卸组装的键盘，甚至高画质网络摄影机，都要让使用者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哦。所谓高精密度的游戏滑鼠。日本三家游戏公司分别是以《圣魔战记》系列闻名的 Idea Factory 公司，以及《炼金术士》系列的 Gust 公司，还有以《魔界战记》闻名的日本一公司，联合开发一款 PS3 新作游戏《三重宇宙》。这是三家公司继2008年推出 PS3 游戏《交错刀锋》后再度携手合作。一緒に宇宙魔界の謎を解き明かすのよ。じゃーん、特製の人参ケーキだよ。揺れてようこそ。あなたのハートを。三重宇宙将以双重主角、双重剧情的方式进行，游戏分为女神篇及魔王篇。其中女神篇是由 Gust 公司负责制作，主要叙述爱的战女神的正义冒险；而魔王篇则由日本一公司负责，描写犬魔王要一统世界的冒险物语。两个制作团队都有不同的风格，但都兼具了轻松搞笑的剧情发展，是 PS3 不可错过的游戏哦。展微软请来1970年代轰动全球的披头四乐团成员到场助阵，为即将推出的音乐游戏《披头四摇滚乐团》造势。披头四是流行乐团的不朽传奇，能请到披头四帮 Xbox 360站台，可说是意义非凡。而摇滚乐团游戏也是超狂卖，微软当然也会帮这款游戏创造话题。这台全球唯一的披头四彩绘造型 Xbox 360主机，从1元竞标，短短5天，在网络上竟然被炒到17,300美金，换算约新台币50万元，堪称是史上最昂贵的游戏主机哦，实在是超惊人啊！Get back.
美商伊甸代理由日本 Capcom 所开发，全球狂卖数百万套的格斗超大作《快打旋风》将成为今年十月最强的格斗主角。因为 EA 将在十月十号举行的台北购物节封街派对，现场举办《快打旋风》台湾区锦标赛。除了提供丰富的奖金奖品吸引各方好手报名，还将邀请被誉为快打旋风格斗之神的日本神人级玩家梅原大吾到现场接受挑战，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哦。梅原大吾是目前全球公认最强的快打旋风玩家，他的成名战在2004年比赛时几乎没血的情况下，以连续挡下对手春丽的20几下必杀技，然后伺机反攻逆转胜的神乎其技表演，超强的演出让现场气氛超沸腾，也被誉为格斗游戏史上最经典的逆转演出。能跟这位神人玩家挑战，机会可说是超难得，还在等什么？快来报名比赛就对啦！